咁咧，佢上場賽事叫做洪水王啦，啊，見到啊，係跑得幾好啦，咁所以我覺得今場賽事啦。 雖然就冇綁架，咁但係咧喺呢一場賽事裏邊咧，呢一輪榜上陣啦，我有繼續跟進嘅，因為咧佢都試過千百米贏馬嘅，不過喺呢個班次三起咧喺三三年都夠勤嘅喎，咁希望今場賽事亦都係做得為啦。我幾中意隻馬佢嘅，另外香港金魚二啦，咁我覺得其實兩個閘都試得好嘅，第一複雜咧就順走如之下咧就有個前面嘅走勢翻嚟啦，即係前力迴迴嘅。另外一個嚟走咧，因為沿途習慣係啦，呢只長途馬啦，小田都要著住地嘅，咁但係拉線馬有反應得，都係即係。 咁我覺得個人賽集，以呢個馬匹嘅狀態嚟睇咧，係正面嘅。所以今場賽事咧，即使跑谷草都好啦，季內初級都好啦，呢只馬曾經試過喺上季又名跨下咧，就有個第三名咧，就輸俾非常堅同埋華麗再現嘅，證明呢匹馬咧，其實喺中長途嘅路程咧，甚至係長途馬都係啱發揮嘅。再今場賽事啦，有個輕磅之利啦，我就揀咗呢一對輕磅馬做配角啦。女性多激二號勇驅做膽配就係五號連花巨星八號海外寶同埋九號金魚。 但係呢場有隻新馬嘅喎，太公平啦，而咧比較難睇啲啊，睇佢試習就擺前面走咧，知道咪咧？咁佢一路試咧，佢又有啲速度嘅，不過翻嚟一路推住啊，唔係太差。不過你太好啊，講唔上，始終長途馬初出啦。點解七要跑到千八咧？佢嚟香港之前咧，即係佢贏過兩次馬嘅啫，都係贏2001嘅啦。不過咁就唔似嗰啲試習咁嘅，試習佢擺前面走啊。呢馬喺紐西蘭跑咧，贏嗰兩場馬都係後追嘅，佢後市好過馬嚟嘅。 而且都要攤幾耐先着，最好都係初出跑千八，你當佢熱身又好啦，又或者真係要一落場嗰啲想試下，即係得唔得嘅都揀場，因為佢真係要啲時間慳嗰啲馬嚟嘅。Mark Trussman嘅馬，即係就濕毒品嗰係啦，咁如果跑跑馬地嘅長途長啲路程嘅，勝利仔咧，好似咧就啲即係啲係馬跑馬或者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另外冇線嗰邊啦，因為咧呢匹馬個武系咧，隊伍咧就。 馬跑馬咧，就加啲，所以咧就係都係偷住啲路線嘅馬啦。佢嗰陣時候同之外咧，呢個位加上兩匹卡卡太龍嚟咧，都係嚟到香港咧，就贏香港本啦，都九十年代嘅事啦。咁因為贏贏香港嘅同時咧，佢亦都係即期賽加士打嚟賽冠軍嚟嘅，所以點計好咧，唔會係太短途嘅馬跑長途咧，就正常噶啦。咁呢場馬得九隻馬跑，我又唔敢話佢完全冇機會，但係你話好突然間自己講兩呢啲馬嘅諗，擺啲四五位做搏搏跑少少，咁馬行嘅咧，馬擺三邊旁觀，點解咧？誒，我都覺得呢場咧係可能好多選擇嘅，因為如果你話太公平啦，係咪真係可以等得，同埋可以畫死佢咧？咁講咧，就唔需要呢場咧，其實根本上運氣一場
攞佢地板。佢個先要翻好似擺前走嘅飛球先啦，咁誒後續嘅湧區啦，加埋隻輕港馬呢、這個可愛寶啊，今年嘅呢支咧。咁就我自己中意而家就升多啲啦。如果以往喺大波度嘅話咧，我反而對佢信心就唔算話好大嘅，因為大波可能處理呢一馬咧，佢有佢自己嗰套啦，同埋個循環個評分嗰個循環啦。但係你會百飛聞到咧，好似真係第二回事嚟嘅。上一場1650咧，你睇翻個賽事片段咧，真係冇斷佢唔係失嘅話咧，佢有啲機會上到嚟攞位置嘅，因為最後幾唔贏到嘅。咁而家全身嚟跑1800，即係佢最好路程嚟啊嘛，跑馬地。所以我就中意佢多啲嘅。咁海利多上次賽前就大力介紹啦，但係一路都講。馬咧，佢一去到近130磅咧，點都打啲折扣嘅。縱使咧，莫萊里加今晚好旺都好啦，加咗個6磅，我始終係有啲忍住啊。咁而湧區咧132磅咧，我就對佢唔算係太大嘅擔心。但係你話好好信心講唔上，因為上次個第四又可以再好啲嘅。不過而家1800就即刻肯跑，通通再嚟嘅話咧，咁我戰意上我覺得就似乎可能比海利多可能更好都唔定啊。所以次選個湧區啦，海利多。咁你輕講馬咧，輕作明嘅上次海利多就缺票啦，咁佢又搏唔到嘅上一場就帶。明明你指數風係咪都調倒嘅會啊？啊，啲市容易啲人就知你做做乜嘢喎？可愛寶咧，梁家傑近年嗰個一唔算太大信心，而今年亦比較特別，佢琴晚就突然間好多飛嘅，佢搞到咧就4.5秒時間都做到硬隻嘅。咁有時呢啲佢被比較地睇曬，又試過兩個就嚟跑咧，叫做咁硬嘅話咧，不如加翻今次落去啦。咁就我自己就翻條星比較中意啲，咁啊諗住湧區啊今次咧，咁再跟住海利多或者邊個咁樣。好啦，咁啊，剩翻6分鐘嘅時間，大家跑你同你講出埋啦。馬都停啦，何文光。
第四場三番先發咪有出賣只有九分嘅啫嚇，但係贏馬配搭咧有成5個咁多，五路人馬喎，所以咧人馬配合方面咧呢啲馬都可能會勝先啲啩。另外大熱門咧就係5黃馬嘅《花巨星》啦，啊而家4.4倍嘅大熱門啊，講起人馬配搭，可能呢個配搭咧，其實點知只有兩次上名嘅，上次咧只係跑咗第四嘅話，佢啊好想睇下呢只馬佢夾唔夾啦，可唔可以贏到今日啊？叫做係入到好搶眼啊，但叫做咧有啲水準同埋咧，咪有啲進步嘅佢啲表現啊，喺行行邊所見嘅狀態方面就一路馬非常堅啦，呢只馬好勇到喎。啊，上次出嚟係啦，上次初出咧見到身都仲係比較年啲，佢今季真係勇壯咗喎，增加咗體重之後咧，跑完一場之後咧減翻咗10磅咧，今日出嚟行邊咧見佢咧個身係靚咗，咁啊線條咧都好咗咯喎。咁啊呢只馬呢個路程嘅時間咧就嚇你一驚啊，真係要做嘅時間咧快過睇你追究好多添。咁今日咧，當然咧，比如個重磅可能有啲嘅影響嘅嚇。但係你呢個馬呢個路程啊，佢嗰個表現咧，喺速度方面啦、韌力方面啦，佢都足夠嘅。咁啊，二號馬嘅勇驅啦，呢只馬今日睇佢嘅狀態同上兩次比較咧，佢輕輕收斂咗啲啦。咁啊，當然啦，跑啲配分上長途啦，呢只馬都個速度都硬嘅，收斂咗啲嘢咧，咁啊，冇啦，冇咁急啦，都已經一早做曬啲準備跑嘅啦，睇下上次放落去咧，咁啊，今日行到呢個嘅時候，先至做喺個目標所在咧，呢個贏馬。咁啊，三房贏波啦，跑路嘅身仲係比較輕喎，今日行喺度冇咁急。好消息，好暴力！中国最大的分期公司集体分期，真是恭喜！身輕得嚟啦，收身線條相當不錯噶。咁啊，其實好多騎換咗李寶利咧，都係一路咧係黑馬嚟嘅。我覺得呢只嘅紅運發財啊，睇唔透。七路嘅精壯神進啦，只馬就來來去去嗰鬥心都幾強嘅，嚟到高班啦嚇。咩場合啊，咩路程咧，佢都好肯去掠嘅。上次咧都係走得靚噶啦嚇，跑個第二。今日佢嘅保重咧，嗱睇馬身咧，佢又再一次咧實證啲堅嘅喎。呢只馬真係堅金打嘅金飽嘅。八路馬就可愛寶啦。腳真係真係出嚟行邊度？身係真係扎實多啲嘅，正就係真係身輕啦嚇。嗱呢一晚真係，誒，即係跑埋點跑成點啊？總之覺得佢狀態咧，攰咁樣。咁啊九號馬金如意咧，哇！一路出到嚟咧，好似發神咁嘅頭啊，透極咧，快極咧都好似幾條正喎。一路我拜到啊，楊明出嚟。啊，楊明同一上騎咗上馬咧，佢個頭咧點算咧？停翻先，即係冇人騎佢咧，佢就猛咁平頭啊，平得都係幾緊要。不過佢都慣咗係咁平㗎啦，上季都見到佢傾到個頭都得咁滯嘅。咁咧今日咧換上進步表現咧，睇個馬身係收得幾靚嘅，喺嗰啲重症咧比較即係外眼啲啦，咁樣扣頭髮。咁呢場賽事值得留意嘅馬咧，覺得係除咗有勇飛三和海利多之外啦，咁一號嘅非常堅啊，五號嘅蓮花進星啊，都可以兼顧嘅。於是咁就七號嘅精壯神進都可以繼續跟進啦。再冷門我就提咗一路冇咁運發財啊，真係唔知咩料㗎嚇。咁介紹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佢嘅。所以呢場咧都要介紹1235啦，1235咧呢場嘅提供，聽聽我哋嘅精選介紹。三百一千。三百一千。二號人氣，一號區，五號發財。花巨星，我一都係五號蓮花巨星，都係蓮花巨星，唔該。咁華家多，你唔好嬲。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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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雖然如果發覺跑出嚟翻翻啫，不過喺翻嗰邊快咗咧，佢冇得收翻，佢全班都已經要繼續。但係問題就係上翻嗰邊係咪快非要咁做不可？係可以遲少少，即係啲夜馬快咗，落班先至發力。喂，而家你翻嚟都係第四喎，你講笑喎真係。即係你有少個衝程可以衝到900米，咁咁咁快嘅。呢啲嘢咪你贏緊百米咁跑嘛？好啦，咁啊睇下嚟繼續開始比賽啦。到啦，第七名嗰個人位置係21個，跑第二名5號蓮花道星位置係16個，跑第三名咧就是16位置係38，跑第四名3號海利多，然後位58係154個，名人係154個，三重彩正在3號、5號、7號派1891蚊，三重彩派1891蚊啊，當於5、7、8係300蚊。四連環四重彩叫做派彩先啦，四連環3578咧派840蚊，四連環3578派840蚊啦。四重彩順序8號、5號、7號、3號派6447蚊，四重彩順序啦，就係8號、5號、7號、3號咧派6447蚊。至於第五場賽事嘅連贏位啦，就未過關之前咧就最熱嗰飯咧，目前係21嚟嘅，自編和利搭教主咧就6.7倍嘅連贏位啦，位置係3倍啦。CQ 二搭七，自編和利搭奇峰咪7.8倍，位置超過3.3倍啦。然之後一搭二啦，星龍搭自編和利畫12倍內度啊，位置超到去6倍添。咁啊再跟住咧就二搭六，自編和利搭喜愛自由就13倍啦。哇，原來奇峰連可以10倍或者開外噶啦。今日7.11，奇峰搭教主咧就10倍。好三 D 嘅，哇！直路嘅，唔係嘛？咁十倍票啫，收緊，手就買七倍先，都仲係冇分，都分曬咯，係啊，分曬曬。好啦，第幾場賽事啊？都講完啦，再講啦。我第一名，我係咪講開嘴啦？一個都，我係三名，三名都係十個都，我哋三名。这些声音好好听，这些无人想听，耳仔你得两只听得多，就永远再听不到。这个算是真的好的意见，从事高噪音工作，雇主和雇员都必须充分采取安全措施保护听觉，等你听少些，听到些你最不想听的。职业性失聪无敌意，做好护耳措施。过关机提示。
好啦，嚟到今日嘅第五场赛事啦，地板嘅650米都应手输啊，去到960万啊，多咗430万嘅过关飞，大概多咗80%嘅，一路升龙9.8倍，二号铁飞获利3倍，三号越进宝15倍，四号连理进宝58倍，五号香港之星53倍，六号喜爱自由7.2倍。七号奇峰6.6倍，八号领航大师13倍，九号德奇康12倍，十号君子承诺16倍，十一号教主5.4倍，十二号港林福星咧就系59倍一。咁啊，过关飞落咗嚟之后咧，都有好几只马都系属于半冷啦，甚至冷门嘅系有过关飞嘅。咁啊，包括有六号嘅喜爱自由微量嘅啫，7.4倍落到嚟7.2倍。較為多啲啦，七號個奇峰啦，由11倍啊落到嚟6.6倍喎，點解咁犀利嘅呢只奇峰？又難明少少，因為徐宇石都係入咗一隻位置嘅啫。咁如果黃浩南暫時都未有表現住嘅，但係個過關飛就好痛下噶啦。另外九號得奇康啦，呢個就梁家俊啱啱贏咗馬啦，14倍落到嚟12倍。十號君子承諾葉可航啱啱贏咗馬，19倍落到嚟16倍嘅。另外十一個教主啦，天鵬今日都有馬贏嘅，6.7倍落到嚟5.4倍嘅。6、7、9、10、11呢五隻馬有好翻啲，較為無厘頭啲啦，或者較為多啲嘅，呢個就係七號嘅奇峰啦，佢咧會落到嚟6.6倍嘅。好啦，呢個時候先嚟睇下第三口孖寶啊，同埋今晚第二口孖啲嘅派彩啦。第三口孖寶正獎第三場跑第一名四號馬中華一號三咗第四場跑第一名八馬可愛寶派279蚊嘅。第三口孖寶正獎四號過八號派279蚊。安慰獎第三場跑第一名四號馬中華一號三咗第四場跑第一名五號馬蓮花巨星派30蚊嘅。第三口孖寶安慰獎四號過五號派30蚊。至於今晚嘅第一口孖啲啦，頭彎第三場要富萬家三號軍炮四號中華一號搭嚟試翻第四場啊，五號蓮花巨星七。精壮神骏八号可爱宝头关234次关578派7802蚊啊！今晚第一孖啲派彩头关234次关578派7802蚊嘅。呢第五场赛事嘅连赢位咧，热超咧过关之后咧，落飞多啊，倾向落飞多嘅。咁大 Q 先2搭11，自编获利搭教主啦，67蚊落到嚟54蚊，咁落飞幅度咧去到20%过外嘅。咁而位置 Q 咧30蚊落到27蚊，佢而家咧大市嘅。咁次 Q 2搭7啦，自编获利搭奇峰咧。就78蚊落到嚟72蚊，咁落飛幅度咧都接近10%嘅。咁呢塊位置 Q 33蚊落到嚟31蚊都係落飛。再跟住啦，就2搭6自編黃利搭喜愛自由過關時候都係13倍啦。1搭10升6搭自編黃利10倍，褪咗3倍嘅。去到7搭11嘅啦，跟住跳開咗啲嘅啦。奇峰搭教主咧亦贏10倍之嚟嘅，過關時候都冇變啦。咁然之後咧2搭8自編黃利搭明堂大師21倍落10倍少飛落下。2搭9自編黃利搭北條康22倍落21倍都係少少飛落下。1搭11升龙搭教主23倍落21倍落飛幅度接近10%啦，6搭11喜爱自由搭教主20倍落24倍啦，然之后2搭10自己放你搭分别直讲呢块落下20倍就有啦，会，所以今日倾向落飛多好多咧，都系十倍。比較細嘅，但係講大超二搭十蚊咧，幅度最多啦。自編黃利搭教主咧，67蚊落到54蚊，落飛幅度咧係大過20%嘅。咁啊，資訊上孖寶方面啊，剛才咧就海外寶七幾隻輪嘅孖寶咧，都有成1、2、3、4、5、6、7、8隻馬成隊啊，有8隻馬成隊咁多噶。而最多嘅咧就係需要嘅年紀進步喎，跌40%。咁另外咧就十號君子承諾跌1/3。三號嘅葉俊寶是30%，同埋九號嘅德奇康嘅梁家俊馬本25%嘅，咁全部都係本地嘅，同埋3、4、9、10隻嘅馬啦。喺上邊包啲比較多馬，但係少咗第50隻大隻。跌跌頂跌，有點高。好啦，咁第四場咧，睇出八號嘅海外寶啦，五號連番巨星，七號精壯神俊，同埋三號嘅海利多呢條6447蚊嘅四重彩，三紅彩又係1891蚊，5搭8嘅紅彩派104.5，八號嘅煙係派78.5，日中三巨星啦，犀利啦，400碼全中啦，跌了四大天王都跌中連贏位嘅，咁啊教早前第一場可惜，五號嘅寶寶大人咧，四號金剛獸呢條338.5嘅連贏位，四大天王馬龍天子。六號豪勁快勁天立都跌中啦，五第二場爆嘅四號中華一號二號嘅富萬家呢條97.5嘅贏位，入東跌了四大天王三號天南咧係跌中啦，至於點解咧？千萬富嘅報攤同埋星五全線有得買嘅啦，唔記得麻煩參考啦噃。雷霆881新聞報導。時間晚上8:59，時間已轉近夜到了。
行政長官鄭和敏送出嘅施政報告領銜時話，管道決定按揭成數上限，可能影響置業能力，但有需要保護民房地產。最緊政府要協助有意置業人士可以透過其他手段，例如按揭成數公布實施，如果民房地產能夠承受，就按揭成數實施。但是上次4.45，3.8几，即系你哋话
奇怪啲。即係假如果你純粹話上嗰個上上上上嗰個嘢咧，好靚喎，咁呢個都係假。咁不過咧，如果佢係大家真係自然有同感計咧，咁其實我會中意奇怪多嘅事喎。即係我成日都強調啊，我又相信啊。如果講耗力嚟講咧，前領馬嘅耗力程度咧係冇後領馬咁多，因為前領馬咧佢前面都係啦，佢跑曬就停嘅啦嘛。咁所以咧佢用咗速度之後咧，跟住我咧就即係佢停，即係停咧就佢冇力就停。咁通常咧就唔會又點樣去 check 到佢只馬，佢真係冇嘅話，你打佢，你打佢點冇用噶啦，係嘛？但後領馬唔同啊，後領馬咧佢因為佢有力嘅，經常會係。即係會透支啊，同埋咧，佢如果咧就跑坐飛動咧都要大量嘅，所以咧喺外概念裏面咧，後上馬係較前面馬容易啲咧係拼配嘅，咁所以我係即係呢對馬咧，咁嘅情況之下，你嘅取捨之下，我會要翻咧即係其中多少對嘅。咁當然，既然咧即係一組馬裏面已經有兩隻貴類捷捷馬咧係擺喺度跑嘅，咁可能要叫翻啲備用嘅。咁只不過我係會中意咧，就出多個十解嘅啫。咁啊，除咗呢對馬，我都要揀嘅。除咗呢對馬之外，其他仲有啲咩馬可以選擇咧？咁如果你話咧，就跑過嚟睇嘅，就當然係教練啦。咁就飛車同嗰一場嘅比賽咧，都係都係少少少少少少嚟嘅。點解嚟講？因為我哋接再多啲，咁其中咧係跟到中間嘅位置咧，但係佢內檔起步咧，咁就可以話咧就冇即係冇冇賺得咁多，咁但係好多人進步嘅。相對比上嚟咧，咁最終仲比上仲喺咗房添。咁所以其教主可能性都高嘅。呢三個字典算改變咗都幾大嘅。即係簡單嚟講咧，要慎啲嘅咧就係得其康咧，始終呢個路程係好嘅，肯定㗎啦。咁今次檔位都係比之前咧任何一次好買都會計咧，有檔位之嚟咧係會有幫助。另外一個咧就係喜愛自由。底線啊，冇底冇面嘅，咁純粹咧係叫做上季曾經喺呢個路程度近過，咁熱咗身之後咧，再過嚟翻嚟跑入嗰檔，有個三檔，咁而家就去只大都有得七條幾入，又冇得分。即係呢場咧，因為咁就你主場咧，即係嗰個紅馬嗰啲實力咧係有啲分別嘅。除非佢哋集體失對中咗先有機會咧爆一隻重要位，如果唔係嘅話咧，眼睛咪應該難免會錯。咁我都相信呢場最難可能已經係好做得嚟咯。咁呢場因為又係咯，好似我覺得好似有啲似起萬揸嗰場，冇咁馬好似咁硬，即係唔係太多馬選擇啦。咁所以你當鋭嘅時機望嚟，咁上一次贏甩嘅，咁而家當然啦，四班去到54分咧，你話佢冇壓力就假嘅，但係問題咧，佢對啲咩對手咯？咁而呢組對手咧，真係。都幾難執得到，即係咁多馬都未準備好嘅，所以佢跑都入三甲機會都大嘅，但係咪真係贏呢？跑會跌啲，咁奇峰同佢都係咁上下處境啫。佢十二檔雖然就大，因為佢始終要擺喺前面走噶啦。不過今晚嚟講，居就似乎可能好過放下。我覺得兩隻唔係差好遠啊，大家差唔多，睇下完成即係調整下係咪點。嗱，啲教主咧係冇咗無拉嘅，但上一次咧。如果對比佢之前嘅任何一場咧，我都係實際進步嚟嘅，因為嗰場馬佢高步之後，天之外嚟即係輸啦，但係快咁啊翻到嚟咧，佢對啲後勁就算話特別鋭利咧，要追到幾步，但係都叫做過到威震天嘅話咧，咁我覺得都合格㗎啦。但係而家呢一組咧冇呢啲馬喺度啫嘛，其實可能都係天之外嚟嘅啫嘛。咁而家天之外嚟嗰個檔位個距離咧，再輕一點，跟住流波可能好後天嘅話咧，有機會再入。所以喺門口揀之後都做佢，咁剩翻你揀嚟揀去，可能會用大市啊、得平安俾我自由嘅，嗱穩陣就好似係啦，俾我自由啦。加如果可能跑到最後呢場，咁就嗰度即係都冇上三方嘅三方嗰度啦，即係跟住個快速翻嚟跑嚟，但係優先先係勝物好多，而且成日成天嚟換啊，所以今次翻放啦，嗰一場馬就真係跑唔到嘅情況啦，得平安。如果當日即係大家覺得前幾場賽事真係咁未追嘅話咧，呢場賽事應該要把隻
即係搞主持先知啦。其中講佢早段其實我仲都要積極咁夾埋嚟㗎啦，但係我覺得早段嘅時間咧就未必會扯得太快，因為就唔有太多嘅前面話係一早類型嘅，咁所以我都要夾埋只其中啦。另外就係應該係陽燭早馬啦，咁都夾千前至廿五萬，最好都好考慮到咧八百點，但係佢都係有一段放鬆上嚟嘅，睇下今日放只份到口咧千前幾間，仲有五分鐘嘅時間，夾埋只咁耐咁。随便的了，好吧，以后我都死我来了。
要是啲獲利，咁我要埋抽佢成功啦。成功呢四分嘅，唔係要是啲獲利三號嘅葉國寶之後嘅成功同埋九號教主二三七十一制第五場八八一之前提供。你話邊只係冠軍？正所謂龍魚之馬力，珠江拳賣特神米酒，曾銷港澳幾十年，就係、是、長勝將軍。珠江拳賣特神米酒，百分百純米精釀，色鮮香醇味綿長，口碑由頭贏到尾。米酒中嘅 X 股，唔係隻隻都可以贏嘅。咧咧咧，話咁快佢就捧杯啦！飲勝珠江拳賣特神米酒，各大超市士多都有得買。好啦，馬匹就緊窄噶啦，但係要指標喎，例如2.3倍到2.3倍嘅指標，繼續係2.11，指標望你搭教主6.6倍嘅位置，位置都3倍多係大嘅。淨係報下只馬報。